迪丽热巴将不再加盟。随后热巴转发微博称，由于工作档期冲突，很遗憾这一季不能陪大家继续奔跑，但自己还是会继续为伐木累打 call。 迪丽热巴发微博宣布因为工作档期的冲突退出跑男第六季，同时表示还是会继续为跑男打 call。 他留给大家印象最深的综艺节目应该就是跑男了，不过如今很可惜，他宣布正式退出跑男，并没有像网友们想象中的一样再次借助跑男让人气迎来新的高度。下午奔跑吧兄弟官微发文证实了爆料，宣布迪丽热巴因档期原因遗憾退出，并表示跑男大家庭永远欢迎他回家。2017年很幸运遇见你，一起奔跑，记忆中漂亮的你，敬业的你，努力的你，呆萌的你，爱吃的你，每一面都让人印象深刻，最珍贵的是伐木累在一起奔跑的美好时光，奔跑吧兄弟，永远欢迎你回家。同时热巴还特意为节目录制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他表示自己不能再继续奔跑了，过去的一季节目里自己感到非常的温暖，每个人都对自己很照顾。节目组还给热巴制作了第一季的纪念册，热巴一边翻阅一边回忆过去的点滴，不禁眼睛里泪光闪闪。热巴能参加奔跑吧也只是因为 baby 怀孕，陆地夫妇吵了一整季，热巴上歌节目估计黑粉的增长速度比真爱粉多得多，如今陆地夫妇已成泡沫，说实在话，即使热巴继续参加节目，尴尬的也只会是三个人。而久违的鹿晗与迪丽热巴却在这时候终于又有了互动，而也是在官微宣布迪丽热巴无缘第六季跑男后，鹿晗也是转发了迪丽热巴的微博，并鼓励热巴加油。也不仅仅是鹿晗，跑男其余成员也都为迪丽热巴发声，杨颖、邓超、李晨、陈赫、郑恺、王祖蓝等人纷纷表示随时欢迎迪丽热巴回归跑男这个大家庭。而跑男团其余成员转发迪丽热巴的最新动态，也证明了跑男六依然是保持第四季时的成员阵容，而在第五季里那个呆萌的热巴真的要离开了。说实在啊，奔跑吧的看头已经一季不如一季了，如果上一季没有陆地夫妇的噱头苦苦支撑，收视率估计会大打折扣。节目的惯例就是组假象情侣 baby 已婚、鹿晗脱单两大话题王都下不去手，难道下一季要拿郑恺